夏令营强力消暑第二弹，全能夏令营盛大推出后受到热烈的回响，家庭如潮，叫好声不断。为回馈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支持，全能夏令营本周将推出更猛、更辣、更清凉的强力消暑第二弹。全能夏令营让您从头笑到尾，从脚爽到头。看腻了别踩哭哭啼啼的朋友们，全能夏令营来喽！哎，这个叫白沙湾，白沙湾，好，白沙湾，翡翠湾。我们现在介绍双方的队员。好，你死定了，你完了。哎，对，好不好？所以欢迎第一位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哪一个默契越来越好的李培成。好，下一位不得了，这个是，这个是跟我的默契越来越渐行渐远的这一位，托托托。帅，来汤尼。来，下一位，人高马大。今天如果输的话，唯他是问姜伟文。所向无敌，不怕食物多，不怕钱赚的少，只怕水，然后也怕高，然后怕蟑螂。钱的话，耶！这是什么？水。哦，那你来干嘛？姜伟文，来，我现在先给你考验啊，捡回来。太快了，完蛋了。这蛮深的，这蛮深的，还抓不到，你看，我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完了，来来队失败，他太高兴了，太高兴了，不容易不容易，我们家小犬也都养不住了，小犬不错啊，来，马上进行我们今天的沙滩橄榄球。马上来看看战斗橄榄球游戏规则，两队进行三回合的争球，是合队成员先抢到球并拔得对方旗子便为获胜，总计获胜次数较多的便为本关的胜队。来，沙滩橄榄球今天是5-3啊，来哦，快点跑，交给我，交给我。哎呀，才刚开始，奶奶队就起内讧喽！看样子这场比赛奶奶队不好打喽。我被他抓住了，你我们全在水里了，又不是抓球啊！这球不算哈，太笨了，来，从开始。Oh, my God.
比打那个美式橄榄球还过瘾呢。像二比一哦，超级小可爱。快点看看，还露脸。来二比一哦。在逞能队全体拼尽全力之余，终于勉强和奶奶队打成平手。现在最关键的第五战就要展开，到底谁是第一关最后的赢家呢？请看。水上叠罗汉的规则，参赛队伍全员分别进行，在最短时间内设法爬上浮垫并游到对岸完成叠罗汉，两队是何者完成时间较短变为胜队。今天我们的单元呢是我们的水上叠罗汉，今天我们在这个海洋世界呢，我们特别邀请到六位的俄罗斯的这个水上芭蕾的这个精英啊，来跟我们参与今天的水上叠罗汉，来我们欢迎他们美丽的出场。看他们水上的英姿，看到没有？全部你看看，整齐划一的队形。有一个不会游啊，我会游。没有拍过。OK， come on。Beautiful, beautiful。Oh， 太棒了 ！Right。OK， 好，我们今天的六位呢，好，我们俄罗斯的这个美丽的，他们这个水上芭蕾的美女啊，今天他们刚好是这三个。属于我们这一队的，奶奶队，这三支属于我们这一队的 ，We are family， 一看体型就让我们赢定了，对嘛？因为叠罗汉一定要轻巧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感觉到对吧 ？Lika， 对不对？你看看他叠最上面最好多好叠，故意把这支，你故意把这支交给我，没有没有，他有那有那一支，我叫你去洗，超级海底大笨狗，我们这很稳，因为我们这两只笨的。一个不会游泳，一个不敢游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队呢，我们要找一些比较简单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 balance 一下。OK balance。OK， 到了。现在呢，我们这个水上的啊，叠罗汉呢，到底哪队获胜呢？我们用时间来比。OK。No。OK。Never mind。We will teach you。OK。来，先马上进入我们的水上叠罗汉。
带一个土地婆在那干什么？不会游泳，他是机器好吗？你搞错了。你再游泳，我觉得其他人就上不来了。你太笨了，你。我们可以做得到。啊，哪个在我是放心了。哎 ，OK， 建哥，不要当老鼠屎啊！啊，计时一杯，谢长一杯，计时干啥？加油！加油！再慢走，加油！没想到居然连奶哥都表现失常，频频落水，让程程队看在眼里是爽在心里呀、啊。不过程程队也要加油，否则搞不好会表现得更糟呢。来，我们奶奶队的刚刚是两分多钟啊，要不看看程程队啊 ？Go go go！ 耶！计时开始。水上叠罗汉，程程队是否能扳回一城呢？史上最恐怖疯狂跳牌超惊险，我当然没有推你，我不姓徐。37，37，快快快！
我看。今年夏天第一选择全能夏令营超好看。哇，你看有一条大肚鱼上岸了，大肚鱼上岸了，我喝到水了啊！他喝到水了。好，这个呢，今天我们的哈水上别落汗，我们的这个男篮队呢是两分十三秒，成成队呢是一分五十秒，来哥 ，winner！ 我问一下，贺龙胜哥，我们这次赢什么吗？怎么样？他的膝盖是尖的。真的很痛啊！我刚刚也是被他跪在上面，很痛。知道我该怎样吗？怎样？我滑下去不小心，对不对？嗯。我一回头，那个浪打过来，我的天啊！好，一口痰都吐出去。来，水给你消毒啊！来，我们家这边是晨晨队，我们这边还有开麦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虽败犹荣啊！我们看到我们俄罗斯来的美女呢，跟我们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水上蝶罗汉，我们特别再次谢谢他们。哎 ，Thank you very much， Thank you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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好 ，Loser， 来，我们进行下个单元 ，Loser， OK OK。紧接着来看看疯狂跳台的游戏规则，两队每回合各派出一人参赛，双方站于跳台上进行疯狂黑白配，输者需向前一步，最先坠入泳池者变为败队，共进行三回合，获胜较多变为胜队。不太强了，不要再叫了，下进行单元叫做疯狂跳台。哎呀，相信观众并不陌生，因为曾经在这边我们进行了一场殊死战，所以说现在马上来看看我们男篮队跟橙子队的殊死战，谁能获胜？来，预备。什么叫输实战？输不掉都是他死，输实战。他们都赢过，你看我随便赢。对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背。还要猜吗？还要猜吗？啊，完蛋，了不起。再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我确定输实战。还要玩吗？啊，玩。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。等一下，你跟他比。我们俩一组，这么啊，这头上上，我们俩拼了，头上，团长来疯狂跳台。首先由我小弟奶奶由配我们的史东康疯狂黑白翠，输的人
往前一步，我们总共呢有一格、两格、三格，我们要过去，好可怕、哦！四格，所以说你要输四次的话，就要直接下水了哈。我跟你讲，我脚都软了，不骗你。所以说我要在下面跟上面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来哦，黑白脆，来这边配，黑白脆，来这边配，黑白这样子。一次，来。黑白脆好可怕！手票服，不要！手票服，黑白脆，黑白脆，认真配，黑白脆，认真配，黑白脆，认真配。你刚才抓到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不行哎！再过去点！你哪个？哎呦！真的会怕，不是讲假的。来哦，黑白脆，认真配。你干嘛？你头都不动。同意啊！黑白配，还是配？手都不熟了，手都不软了。你头要转啊！你不是他不敢动，你知道吗？救命啊！因为这板子有弹性的，它软软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再想。黑白配，还是配？他永远是转这边。说全员都说我爱你，然后我们倒数十秒，开始。全员都说我爱你。倒数四秒，十，在前面镜头，九，下面的镜头，八，下面那个了，七，你要镜头转过去，六，转过去，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我来这边看啦，我来这边看，我来这边看，不行了，我来这边看啦，谢了这个，你刚才在。你在抖什么？反正你不要过来了。我不会啦，因为这你每次都会。我不会，我绝对不会。你要做危险的动作，我绝对不做。我绝对不会害你。我在这边看着你，快过去。没有闹啊！怎么了？才爬上来而已，不知道脚软手软，低一点啊！好了，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！不要塞，你现在你塞什么？我把它调好一点，我害怕。好吧，下去又容易直接上来，一定会的。不会。我们从黑白这了，第二组剪刀石头布就好，我已经没有办法思考。好，这次来哦。要有你才有感。好，这次来看看我们的佩珍，还有唐宁他们没办法思考的，所以他们进行是剪刀石头布，来预备。剪刀石头布，一比一，对，一比零，往前走一步。好，另外戏啊！我看你这样我会怕。对戏啊，你在干什么？对，一定要这样，站稳就好了。好害怕，我怕。来，六拳，剪刀石头布，老高的布 ，yes， 老高。那危险了！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哎，这感觉又是恐怖，是空中的感觉。好，来，拿石头布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然后他在关键时代是他赶紧过来。哎呀，什么跑车？这里面好可怕！跑动哥，右圈他右等在干什么？在擦飞机油吧。好了，过一圈。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反败为胜哦。不要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耶！喂，是怎样？你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太难过。不会啊，你看我多轻松。哎呀，你会怕这个？你看那水底，其实没有那么高。好了，
过去一点，过去。现在粘起来了。那现在怎么搞？最后一圈，你把那线都弄起来。剪刀石头布，然后布，剪刀石头，来，剪刀，剪刀石头布，好。你怎么了？你干嘛一直冲剪刀我？谁？你已经碰到一个极致了，我跟你。上前，上前快，看够了。你们那个才过去一点的，我们再过去，我们等过去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再过去一点，最后一拳哦，最后一拳，来，加油！等一下，大哥，好，最后一拳啊！来，大哥说什么？剪刀石头布，耶！不要动，回头，白霜，海豚要出来了，海豚，走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快点，倒下，来下 ，OK 吧，倒数，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膝盖先起来，来，快点，安全起来，来。什么？扶起来真快啊！扶起来我快，扶起来很快，他速度比人家快。他该你了，弄完了，完了。加一比一哦，来，疯狂一边针，慢一点啊、哦。来，加油加油！阿布啊，阿布啊！晨晨，你活力比我久太多了，你下去好不好？交代什么遗言啊？哦，讲完了吗？讲完了，开始。黑白色，来来，预备。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其实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你手一，手一，手一，男生就没有手三了，手二就下了，手二就输一次。没有，你吓我一跳。少来，你爷交代完没有？开始，黑白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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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黑你不要气势，开始输人家。啊、黑白，来，黑白色，没人配，黑白色，没人配，黑白色，黑白色，黑白色，没人配。多少分？没关系，加油。你也有今天啊！五号，一步。你们要穿拖鞋吗？来，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。可以可以。黑白，加油加油，快点。真的啊！搞什么？黑白，黑白，黑白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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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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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。干什么？过去。我刚本来想拖鞋，是太烫。我要保护你。你走来，你要保护我。你走开。你走开。你走开了。走开了。哪个要保护？好来，快点。加油！来，黑白色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汤你都下去了，你那边怕什么？头晕啊。黑白。开始。黑白色，黑白色，黑白色，黑白色。往前，好像抓你下去。
脚就要抓你下去。要过去一点。我们在旁边看比较清楚。工程过去一点，那脚。开始。怎么变没力了你？快点，快点。我们家没有输，也被中蛇中暑，也被淹水中暑，来，是的。黑白翠，黑白翠，来配。黑白翠，来配。黑白翠，黑白翠，来配。黑白翠，黑白翠，耶！你不能这样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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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这样没错没错没错，又来争我台。哎，他是直手才这样子的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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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真的是这样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又来了，哎呀！郭晨，我也出息好不好？你看。他名是这样子，看名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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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我是？你这样好快哦！真的吗？阿刚不是这样子的吗？你输了，你输啦！陈国才，加油加油！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，过去一点！真好！哦。真的，我真的会怕。我当然没有推你，我不信邪。你在打用力，你在打用力啊！你这么危险动作，你知道的，好不好？你在打用力点啊！是啊，你干嘛打我？啊？不要闹！我数到三，我数到三，你就过去推你。一、二、三。好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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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脱鞋吧，先脱掉。来哦，黑白。黑白翠。黑白翠。清楚吧？很清楚吧？我们觉得不能进来，进来。那好，不能扶了，不能扶那边了。我的脚离开那边，没人动，没有人动。我真的不行了，我有惧高症，真的不行了。停下好不好？停下来，过去过去。不是惧高症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在干什么？我真的不行了。我是程程 VS 蒋伟文的扶拉大对决，谁会是赢家呢？史上最猛烈杀球袭击，超刺激。今年夏天第一选择全能夏令营超好看。我真的不行了，停下好不好？停下来，过去过去。不是居高站的，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在干什么？我真的不行了，太困难了，我真的站不住。你有参与感吗？你坐着就好了。好，来来进来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加油！要赢啊！加油！要赢啊！来预备，跟不稳，跟不到外面，跟不稳，太慢了，老公。我真的不能跳哦，哎！太卡！看我们，看下面，看下面，不要看下面，不要看下面，看下面，看下面。我真的不能。黑白配，来的女生配。哎，你们赢了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战斗获胜！三哥，我要回来了。没出息的东西，坐下站下，坐下。站得很高。还有别的吗？站起来了，站起来。空中转转转转转。哎，站起来，要到了。三哥，全场都给你掌声哎！大家都给你掌声了。你是戴墨镜的，真的很高，你要比这个很可怕，我告诉你。来。我来来，开始。走一走，我爱你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镜头在这里，镜头这边，镜头在哪里？镜头在哪里？转过去。有转这一边吗？全走一通，全走一通，我爱你。倒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开始，二、开始，一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开始啊，快点啊！好可怕。出头要真头高啊，再看，再看，没有坐着的啦。大家都在支持你呢，中国英雄妹，真的很可怕啊！快点不要，我没有骗你们，真的。南哥要示范，现在徐乃麟为各位示范，掌声鼓励。
今天我们的疯狂跳台呢，我们男队终于2-1获胜 ，Yes！现在来看看残酷版终极密码的规则，两队同时进行终极密码，说中数字者需让其他人以杀球痛及身体以为处罚。本游戏共进行5回合，砍中次数较多者变为败队。我们在沙雕吗？在干嘛？沙雕看。做城堡。看起来胸部做得大。今天呢，我们的终极密码呢，改变一个执行的方向。好。啊，今天的终极密码呢，我们在沙滩旁边。待会呢。哎呦，我还在，对，每个人手上有一个杀球，待会终极密码谁中的话，另外4个人啊，5个人，直接就让杀球呢击向他的前胸后背。好，来，从这样开始顺时钟，终极大师请出密码，53，1到53，三，3到53，八。8到53，12，13，37，哇！三千啊！怎么会出这么怪的号码？这很冷门哎！怎么会出这种号码？杀球一杯！放下来，不弄到头了，等一下。你们好，我先看感觉好不好？啊！你真的会弹回来？好，闭好。啊！他要胸部啊！男的篮球的圆圆很结实的。好了，不要救胸部了。啊！他够背，你没有说。待会儿。哎呀！漂亮！漂亮！完了！你死定了！终极大师，请出密码。啊，52，52到99，快！8号，52到99，52到99，哎，多！58，58到99，67，67到99，82，82到99。再一半，82到92，90，82到90，哎呀，84，84到90，86，86到90，88，还要赌啊？还要他赌啊？我赌了，我还相信你们两个动不了一个人，对啊，又没有做同队啊。八九，87、88，87、88，88，86到88。无敌幸运星，你们加油！陈枪毙队形，跪下！来，我终于要请出密码。我来搞干嘛？38，38到99，38到99，54，54到99，随便喊。90，54到90，60。54到60，加油！54到60，对，57到60，589，59，59，59。
幸运星。小丽，你对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哇！你怎么那么大力？你怎么那么狠呢？你怎么那么狠呢？你怎么那么大力？你怎么那么狠呢？你？好，注意。哦，来冲水，三，哈哈哈哈哈！You are dead， 耶！无敌幸运星，无敌幸运星，马上就变无敌扫把星，全枪兵队一跪下，超级大师请出命啊！五十，一到五十，二十五。35到50，35到50，40到50，30，46。哇，一个杀三个，太棒了！果然是无敌幸运星啊！刚刚谁扎最狠啊？郑国成，请看 V C 啊，就是你，请看 V C 啊。看到了吗？你有找到点吗？来哦，我们数到三，万箭齐发哦。好，打死这个万恶的罪魁祸首，好不好？来，毒瘤，杀猪拔毛。来，我们数到三，倒数。哎，再一次。五，再一次吧。郑国成，三、二、一，郑国成，好好笑！把自己第一个被冲水冲昏倒的人，郑国成。开车呢，我们要回台北了，但是呢，沿路上呢，我们看到一些状况呢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惩罚的状况。但是什么状况呢？我们沿路看啊，然后看看我们给他什么指令。但是我难堪，一定跑不了，好吧？伤风败俗都不能做。你看这种感觉多好。好，现在你们坟墓到了，啊，坟墓不要吧？我们去盗墓。我月快到了耶。现在去盗墓会不会太早？哈用槟榔西施嘛。哎，啊，就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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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长得还不错，长得不错，长得不错，格外不错。回转。好，现在我们到这边这个惩罚了。第一个呢，我们看到了，在我们左手边呢有个槟榔辣妹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呢就叫郑国成。这么年轻呢，如果说很突如其来的有个艺人叫你妈，然后呢叫你不要在这边继续卖槟榔了，请你跟我回家，我好好孝顺你。我们看这个槟榔西施的反应是怎么样。郑国成呢要怎么样克服他心理的障碍？来，任务一 ，Let's go。全能夏令营程程会有多难堪的遭遇呢？广告后答案马上揭晓。您知道校园里最适合接吻的地方吗？那请问你第一次接吻是在几岁？初吻，你还能想得起来吗？初吻在哪里？还记得在哪里吗？校园，是在学校里面的。荒唐，怎么在校园？对，就是错误示范。对啊，在校园什么角落？告诉我们。因为住宿嘛，应该就是宿舍里面。没有，在旁边。空地，宿舍旁边的空地的。对对对，各位切记的，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，随时会有情侣在那边接吻。对，命运之旅。新鲜刺激惊喜尽在命运列车。北冰冷的，啊，他不可以离开。那你讲电话啊？你跟谁讲？你到底的？查甫的啊？在讲淡水。阿母啊，那你在北冰冷的，不要回去啦。
大眼王，不不，相信我会孝顺你的，你不要在这边了。哎，他又白眼看，他开始脸臭，他开始瞪他了。阿布啊，你卖萌啊啦！阿布啊，你不要在那边了，阿布啊，你不要再卖了啦，真的。阿布，我拜托你，你离开家好不好？卖个店家，你几岁啊？我咧卖冰凉，啊你敢对？厝边隔壁人咧看，啊过边诶，过路迄个车咧咧看咧上，啊敢对？你一定要做这个给那么多人看吗？你一定要给这么多人看吗？妈，妈出来一下会，他剪的。怎样？爸，爸，你相信我，而且妈快出来了，你劝不了妈回家吗？啊？你要出来。阿布，阿布，你出来了，拜托啊，你别搁在家啦，别搁在家卖冰凉啊，我拜托你好不好？我们开车回台北，然后你们慢慢走，走到那个八堵那个交流道口那边，再找车接你们，在那边接我。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这走八堵多远，知道吗？不会啊，他们两个小时。我跟你讲，这画面感人了啦，暴走二人组真的。好了，我们下车回台北了。好耶！是，哎哎，等一下，哎，自己对外，我下车了，你要不走？干嘛？啊？哎呦，你过关了！要不走，要不走？哎呦，哎呦，这不愧是队长！哎呦，那正在那边小心翼翼。来车去了，哎，快点走。哪像奶奶对你会骂我们？徐乃麟再骂！哎呀，可怜的小康和佩珍，由于选错了队，居然就必须惨遭徒步走回台北的厄运。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小康你也别懊恼喽，记得下次找队长时眼睛放亮点就行啦。热，快热！真的很热哎，还有多远啊？还有多远喽？这是山路哎。这里在哪里啊？这里是什么？这是万里。万里。这边走到台北要走多久？请问一下。走到台北。我们要走到八堵交流道多久？差不多你走的话，差不多要两个钟头了。真的要一两个小时？两个小时哦。你这边营运哦，敢载一下好不好？你等我多吧，是什么？借我。Hitchhike。Hitchhike。阿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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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他狠狠地看我一眼，就把我的美腿露出来，好吧？哎，大姐，没钱又不能坐计程车。哎，八堵，八堵的，八堵，现在八堵，你们去到？哎，你去到？你买其他车可以啊。你们去过啊？哎，几点嘛？啊？没眼睛。几点嘛？来来来，三个三个。几块嘛？阿伯。哎，我不开机了。是哦。你们还没机哦？没啦没啦没啦。哇，再进来，再进来。好，再进来。阿内少。耶！作弊成功，作弊成功。你买谁啊？作弊成功。哈哈哈哈哈！耶！你要去哪里啊？你要去哪里？哎，停！你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往八堵那边哦。我知道啊，不是你不是说顺路吗？对啊。要往这边走啊。你刚说你说顺路的，原来这边我比较顺路。你顺路，还有两分钟嘛，就顺这一段，只顺这一段，是这一段。拜托哦。不过还是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嗯，谢谢。那怎么办？我每个都问一下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哥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帮我省了两分钟的路，谢谢。怎么这样啊？对不起。谢谢哦，谢谢，谢谢哦，台湾处处有好人啊 ，OK， 再见，再见，怎么这样了？结果后面是要走这一条、哦。
没有想到好运来得快，去得更快。好心的车主在不到30公尺，居然就棒散了逞城队。看来他们三人也只能一步一脚印地走向台北喽。本周的全能夏林就在逞城小康和佩珍的悲情背影中画下句点喽。技高一筹的奶奶队再度以4-1击败逞城队，让逞城队尝尽了难堪和委屈。而究竟下周的全能夏林会是怎样的局面？逞城队能扳回一城吗？所有的答案都在下周的节目中。全能夏林下周见。列车 Let's go， 轰动全国的命运列车又将崭新出发，精彩旅程完整播出，保证让您看了回味无穷。本周的命运列车将由捷运昆阳站为起点，终点则是捷运北投站，全程总共22站，搭车时间需40分钟。而本周命运列车不但有8个关卡站，更特别的是所有关卡站都是事先密封。乘车队及奶奶队完全不知情，必须等走到指定站别才能撕开封签揭晓结果。这些关卡除了幸运的2倍前进，倒霉的2倍后退，更惨的是还有退回原点，以及最悲惨的坐牢处罚。全新创举的命运列车更紧张、更刺激、更悬疑，好戏马上来喽！昆阳开，昆阳捷运就要开，哪里开哪里开，昆阳捷运北投开。我还记得，你突然间来不讲好，哎，讲一下，跟得上跟得上，不错，跟得上跟得上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命运列车请到这两位呢，哎呦，那真的是艺高人胆大。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一个高一个胆大。对对对对，艺高人胆大。来，我们欢迎欢迎我这同一组的，来，张永杰。胆子很大的这一位，丁小青小姐。来 Go， 立刻来看看游戏规则。两队同时出发后，分头询问路人的恋爱次数，同时以路人回答的答案作为前进的依据。如路人回答8次，便可前进8站。两队是何者先抵达终点，便为胜队。究竟今天的命运列车谁会大获全胜，谁又会不幸败北呢？答案现在开始揭晓。哎，有捷运站有人出来，有人出来了，捷运站有人出来，快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哎，小姐你好。Hey， 小姐，我们想。这是你的小孩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哇塞！哎，辣妈哎，马上哎，今天我们是第一站。不行，我们要先问一下，哦、这妈妈，你看那么年轻、啊，小孩就有了，搞不好对不对？不行、啊。不见得，我告诉你，就是因为她早结婚，年轻的话，可能就是她恋爱的这种经验很丰富、哦，你知道吗？对对，也就是说她比较容易恋爱，你懂意思吗？好、哦，李小姐，那我们耽误你一下哈，那请你据此一告，也不用加油添醋。决定要问了。李太太，请问你。总共恋爱过几次？这位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同时身段曼妙的李太太，你猜她恋爱过几次呢？弟弟，你妈妈恋爱几次？你说几次？4次啊！哇，弟弟，你知道4次啊？连儿子都知道妈妈恋爱几次哦。以后长大要不要孝顺妈妈？要啊。妈妈爱不爱你？爱，对不对？长大要不要好好读书？不要，太好了，来，我们来看看4次在哪里。好，是在国父纪念馆，但是我们的节目的游戏的规定，要到了这一站才能够打开，看我们的手气怎么样。还要到那边才能揭晓哦。这制作单位好坏，没关系，看今天我跟贾伟杰呢，我们的缘分怎么样，能不能获胜？啊，好，我们到国父纪念馆 ，Let's go。开赛，奶奶队就博得了好彩头，一口气前进4站，到达国父纪念馆站。而这一站又是个测试手气的关卡站哦。奶奶队好运气能延续到国父纪念馆站吗？等一下告诉你。这里面我记得有咖啡厅。那个啊，那位小姐，你好，那位小姐啊，那个穿粉红色衣服，这个，那是工作人员。我们在请找人帮忙。因为我们这边不能够摄影。不能摄影啊？对啊。有这种事情，那你就跟我们到门口好了，请你帮个忙。你住家里吗？对啊，跟父母亲住？没有。耶、yeah, ，你自己住多久了？自己住多久了？4年多了吧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结婚了。结婚了，还是可以问问看啊。结婚4年呢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啊。14年。结婚14年才搬出来4年啊？对啊。前面10年都跟家人、跟公婆住。对啊。So ga。哦，真的吗？那请问你第一次接吻是在几岁？初吻，你才能想得起来吗？初吻。啊，高二。在哪里？还记得在哪里吗？校园，是在学校。荒唐！
怎么在校园？错误示范。对啊，在校园什么角落？告诉我们。因为住宿嘛，应该就是宿舍。宿舍里面。没有，宿舍旁边。宿舍旁边的公寓，一个小空地，小空地。空地。啊。宿舍旁边的空地的。对对对对。那个有宿遮的，这样有树荫。应该有啦，不然就很穷。那个学校是在南部。哦，南部，我们说说看，我们知道。新营高中，新营高中，各位切记的，在宿舍旁边的空地上，随时会有情侣在那边接吻，各位密切注意。前十几年前，我们在征求院那个秘密证人，你在十几年前在空地上看到一对男女在打斗，告诉我们好不好？他绝对不是你现在的老公，对不对？不是。老陈，我就问你，我们的 keyword 就是，请问谈过几次恋爱？这位非常早熟，高二就有接吻经验的小姐，你猜她谈过几次恋爱呢？六次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怎样？怎样？一二三四五。到了我们的命运啊！忠孝复兴战，对不对？好好好，来。结婚14年呢，谈过6次，你想厉害了吧？是狠角色，好不好？金小琴有几次？来，我们聊一下。2次。我才不会相信你，好来。真的。哎，你有谢谢，好不好？老陈，谢谢你。没想到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橙橙队的运气比起奶奶队可是不遑多让哦。前进6站的结果是抵达忠孝复兴站，而这一站一样是可以测试手气的关卡站。橙橙队的运气会比奶奶队还好吗？好，王木金宝，不错，手气不错，手气不错哈，手气不错。对啊，一开始都到这边啦。可是你也不知道打开来会是什么啊。国父纪念馆，我们看看，试一试你们的手气来。我来啊。看你的什么啊？什么手？命运列车，贾永杰的手气是好还是坏呢？答案广告后马上揭晓。宋少卿的桃色绯闻曝光喽！啊，他不要找我！你刚刚在跟男朋友讲话吗？他要来这边接你。哎，永杰，你不要动！哎，刚好留不见。他在等宋少卿，你看看。你刚才问他等谁，他一直不讲。后来看你出现，我恍然大悟。他到底是宋少卿的秘密恋情，还是一场误会呢？出乎意料的结局都在命运列车。好，不错，手气不错，手气不错哈。手气不错。对啊，一开始都要到这边啦。可是你也不知道打开来会是什么啊。国父纪念馆，我们看看，试一试你们的手气来。我来啊。看你的什么啊？什么手？啊 ，yes， 一所说的数字2倍前进。Hello， 小姐你好。你继续讲没关系啊。啊？都不要找我。你刚刚在跟男朋友讲话吗？他要来这边接你。哎，永杰，你不要动。他在等宋少卿，你看看。他在那边等你呀、啊，等了半天。我今天有演出啊。哈，我今天有演出。我跟你讲，我这样拿你的票。你们不要装不认识好不好？真的不认识啊。我们刚才问他等谁，他一直不讲。后来看你出现，我恍然大悟。啊？难怪他一直觉得很羞愧。不是不是，吴小姐。赶快来！他说我好爱你。宋小琴不要再演，好，我就承认好了。好，喂，在哪里？学长，妹，车子来了。没关系啊。哎呦，那跑掉了。没节目可以做。好，再问你了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久违荧光幕的宋少卿意外被奶哥逮到，他的恋爱次数会给奶奶队多大的帮助呢？哎，你想得起来吗？5次啊。真的吗？只有5次吗？你现在有没有恋情？没有啊，专心事业。我们来看看哈。5次要去哪里啊？我们刚哎，等一下，我没有乘以5次，要乘以2了。5次乘以2，14哎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耶！哇，健谈战，太好了，少卿，我们赢定了，赢定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及时出现，走，健谈战，快，谢谢你。
呀，宋少卿果然神勇，5次的恋爱经验乘以2倍，让奶奶队神速直达剑潭站。而剑潭站依然是个可以试试手气的关卡站，奶奶队的运气还会继续旺下去吗？待会马上告诉你。问到6次了，这种就是福气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我们这边不是有那个？我们到6次，好不好？待会呢，再问个6次。哎，这就没有陷阱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再问个6次。哎，然后再一个3次。哎嘿嘿嘿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6次。重要不一样会是什么呢？试试看你的手气，来，哎，你拜一下，还是拜一下？我拜谁？拜天哦。所以老天爷会帮我们。这样好了，我们避免了老天爷没有看到我们。你负责你负责南边，我负责北边，来。够，这样就够了啦。够了是？还是要我是吗？为什么反过来的？啊？够没？我看到了。怎么样？坐牢30分钟。坐牢。哎，那我觉得不错嘞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我希望在这边不要遇到我的亲朋好友。我的跨冰哎！哎，请容许我了解多一点。这30分钟就这样子吗？就这样吗？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上次刚问到一个，然后呢，他次数多的，我们请问在捷运站里面是不是人太多了？先赶快离开这个场面，对不对？你是小飞的妹妹。对啊。哇塞，你好看好多哦。她漂亮很多哎。你现在有男朋友？不行，不能讲不知道。哦，有啦，哦有哈。现在有呢？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当时在录。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，在那录啊。对啊。啊，那你会不会常常出来跟朋友出去玩？比如说，台湾没有，没有啊。啊，你是住国外的？所以你男朋友是在国外？在台湾，我回来台湾读大学啊。啊，你回来台湾读大学，可是你在国外会很多，也有很多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像那个就是我国外发朋友。哦。过来过来过来，你过来。老徐，你是在台湾念书还是在美国？在美国念书，几年几岁了？19岁半。他19岁半，快20岁了。才19岁半啊！你的初恋是几岁？14岁。Yes。好不好？你觉得呢？有希望。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有希望的。你问，请问，请问，你总共交往过几次？请问，你是不是被关傻了？不是，好难过的。再问一遍，会变笨，真的。耶，开始。请问你谈过恋爱几次？这位留着两撇小胡子，好像年轻20岁的翘胡子人单的小 A B C， 他会有几次恋爱经验呢？7、8次吧。不能，7、8次，赶快你。7次。Yes 啊！Yes， 七次到哪里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什么站？圆山站。现在我们前往圆山站。OK，Go。虽然不幸坐牢，不过问到恋爱7次的路人，惩惩队还是幸运的连追7站，可以到达试试手气的圆山站。而已经有过一次惨痛经验的惩惩，还会把这次机会交给丁小琴吗？大家先猜猜看吧。剑潭站，到底剑潭站呢？我们制作单位卖的是什么关子？刚刚啊，宋少卿希望他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运气，是前进，好不好？没错，哎，奶油桂花手，再让我来。啊，再让来啊！来了，1、2、3。你为什么要带伞？来，坐牢30分钟，你坐，我不坐。喂，好不好？你们这样是真演又亲不亲人？我们先找人了，我们先找人，好不好？找完再来坐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位同学，好了，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很倒霉的，我们要坐牢啊！来，把我们的那个学士帽拿来，好不好？是谁要戴的啊？当然是你们啦，好不好？你们帮我们坐牢一下，啊，打3分钟而已，你看一下，哎，你后悔什么？我们马上让他在民传大学呢过过这个毕业典礼啊！你知道这个本来是他要戴的，我知道。好了，到了这一关，我们是坐牢哈，没办法。哇，是最后站。哎呦，人漂亮，怎么弄还是漂亮？哎，怎么办？现在到抉择，两个选一个，来，剪刀石头布，赢的来选。
好，剪刀石头布，拿石头布，拿石头布，拿布，你选。我选异性缘好的，好。异性缘好的，李同学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这位小家碧玉、气质清新的李同学会有几次恋爱经验呢？赶快告诉我们。这个会很为难吗？啊？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没有恋爱过。读到大二了，没有恋爱过。你恋爱几次？林同学。你几次？你一次。磊哥，对不起你。他没有谈过恋爱，好不好？帮助他，好不好？零次，我们节目的规定要退回我们的昆阳站，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再回昆阳站，不知道再来这边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景象？你觉得搭这样做捷运像话吗？你这样很帅啊，真的。你觉得这样做捷运？你有带这个比没带这个帅很多，我真的。三姐，请问你愿不愿意带一下？不想。我们剪刀石头布，是不是带一下？剪刀石头布。反正我本来就带着哈，没关系。好，你玩弄我没关系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不要跟人家猜拳呐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昆阳站哈，来走。哎呀，在接二连三的好运后，奶奶队的厄运终于降临了。不但要坐牢，还要从剑潭站直接退回原点，重新出发。奶奶队这下子可是倒大霉了，他们会就此一蹶不振吗？哎，时间到了，可以拿下来了吧？已经超过30分了。超过了。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受得了？谁没有父母？但是在做捷运，那作何感想？丢死人了。个子矮，看到都是我，啊不是，我们要揭晓一下我们的手气的吧？你烂，你这个烂手，换我。该你好，你运气好，我看你是碰到什么。很兴奋。前进部队。两倍。后面两个最重要了。我们可以就不看这个。我看到了，完了。哎呦！这个妈妈怎么样？这个大姐、小姐你好，结婚多久？结婚多久？我结婚7年多，快8年。两个小孩。对。我们问题要来喽，请问？请问你谈过恋爱几次？这位外貌和善、十分端庄娴熟的业务妈妈会谈过几次恋爱呢？你认定好不好？两次。Yes。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可以，不错。我在圆山，一所说数字两倍后退，但是你说的是两次，走，二乘以二等于四，到哪里？三年啊。二乘以二等于四啊，我们回太原车站。我感谢。谢谢你，谢。谢陈小姐，刘太太，你要娶就娶这种老婆，懂不懂？啊？我们共勉，我们共勉，你知道的 ，OK？ 懂吗？哎呀，果然不出橙橙队所料，虽然必须两倍倒退，不过由于这位妈妈只谈过两次恋爱，乘以两倍也不过倒退四站，而且是退到人潮汹涌的台北车站哦，说明橙橙队会就此因祸得福，一举获胜呢。现在我们马上来看看奶奶队在昆阳站的情形。干嘛？你还跟我凶？哎，你跟我凶什么？我真的不想面对镜头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以前找特别来宾哦，也没有玩这种单元。今天找了你就玩这个单元，奇怪。哎，是你在衰吧？现在回到原点，我们赶快再找一个吧，好不好？哎，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很倒霉啊，本来做到善导师又回来了。而且是带着这个见不得人的回来的，好不好？请你啊，帮我们个忙，好不好？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这位被奶哥判定可能阅人无数的妈妈，会是恋爱高手吗？放心放心，很激动哎！我对她有信心。妈妈，不要看她的年代啊不一样，但是我相信她。好，妈妈来，你想一想，想一想几次？妈妈，5次。啊？
几次？几次？五次。妈妈，恋爱五次，你那个时代就恋爱五次。我们看看，我们五次在哪里？一二三四，忠孝敦化站。我们三十分钟也差不多了啊。可以拿下来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哎呀，所谓高手一出招便知有没有，这位妈妈果然是女中豪杰，五次的恋爱经验把奶奶队送到了忠孝敦化站，比起橙橙队的台北车站人潮可也毫不逊色啊，看样子奶哥 VS 橙橙的战争现在才要开始呢。你红色衣服哪一个？对，可以啊，对，我觉得对去干嘛？这是什么情形？哎，你好。什么？两个明星坐在我旁边。有两个。我不要讲，不要讲，谁？那不要了。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用了。不要放水。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不要不要了。啊？等一下呢，我再请他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拜。我嘞，你叫高耀。怎么称呼你？小芳。住家里还是住外面？外。非常好。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，很好，至少要再多一个。好，来，好，所以请问小芳，谈过几次恋爱？这位开朗活泼的美少女到底谈过几次恋爱呢？答案广告后马上告诉你。有两个。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不要不要了。啊？等一下呢，我再请他打电话给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拜。我嘞，你叫高耀啊？什么称呼你？小芳。住家里还是住外面？住外面。非常好。现在有男朋友吗？有，很好，至少要再多一个。好，来。好，所以请问，小芳，你谈过几次恋爱？这位外形极具特色、开朗活泼的美少女，会有惊人的恋爱次数吗？会不会是他没有？好好算，没关系，仔细的算，不要怕人家知道。来，勇敢的说出来，那是心中最深的秘密，告诉大家，全世界的朋友都应该知道，全球的华人，你再比一遍，不要乱比。哇！零零七告诉你 ，Lucky Seven， 谢文 Eleven。哎，这是一个手势 ，OK？ 对，它是一个，只是个手势啊。哦，它只是一个手势，到底几次？你成熟了吗？几次？至少比年轻。我爱你，真的。谢谢。七次到哪里？我们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居然能够遇到你们，天哪！二十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耶 ！Yes， 太好了，谢谢你，谢谢小芳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橙橙队的运气比起奶奶队的确好得多。问到恋爱次数七次的路人后，一口气前进七站，到了距离终点不远的芝山站。照目前的局势看来，橙橙队要获胜的几率很高哦。参加我们两个今天的博士班的毕业典礼，现在我们的博士帽呢已经改成这样子了。哎，三十分钟到了没有？时间到了是？哦，太好了，到了，拿走。好，哎，前面有一对情侣，蛮在哪里？往那边走。女生身材窈窕。哇，身材不错，好不好？哎，可不可以耽误你三分钟就好？一分钟啊，一分钟，那我们讲话速度快一点，好不好？一分钟，快点。好，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来到这里碰到这两位啊，非常登对的啊，这对情侣，金童玉女，真的不得了。情侣们相爱多久了？一年的时间了，你还在读书嘛？对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女朋友这么漂亮哎，你会不会担心？没有配不上我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真实在世的啊！哎，你还不走吗？听到这话你还不走吗？你这样，那我们俩猜拳，好不好？我要选男生，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很好。那
输赢来靠决定，好不好？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输的人决定，好，谢。输的决定啊，就是你的啊，帅哥，太好了，优秀优秀哦。来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这位看起来忠厚老实、十分俊秀的男同学，他会谈过几次恋爱呢？想一想，不要不要太，你小声点讲就好。小声讲，不要让他听到。好，小声讲。啊，你说九次？九次啊！九次，九次，九次。来来来来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二十次。十一次。两次啊。两次。他是你第二次的恋情。九次没有关系啊，希望你这次是最后一次就好了。啊，他是第九嘛？你。一段恋情，我们拆散一段恋情了。好，我想这个节目也是最大的宗旨啊，来卖力卖力了啊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从忠孝敦化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剑潭站又要四手戏了。哎呦，你看到我们刚刚去过一次是坐牢啊，又坐三十分钟啊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还是要谢谢他们两位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。哎呀，可怜的小帅哥，由于老师招供有九次恋爱经验，这下子可要面对分手的厄运喽。不过奶奶队拜小帅哥之赐，可以飞快的到达剑潭站。而二度来到剑潭的他们，到底是要坐牢，还是又要退回原点呢？好，我们就剩五站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来到芝山，啊，五站，加油！不好意思，玛丽。你是他姐姐？不是，他老师。对，我刚觉得应该是老师。Oh my god， 老师是拿用牙套对不对？你觉得？不对吗？对对对。你当老师多久了？我当老师三年了。当三年了，我们年纪会不会差不多大？还是你比我大？怎么可能跟你差不多大？没有礼貌。不要，你是长辈啦，对了。好了，我们是问到重点好了。好，来。我想请问老师，就是你有谈过几次恋爱？恋爱过几次？这位戴着牙套的俏丽女老师，她会是个恋爱高手吗？两次。真的吗？两次。啊，对对对对。因为我们看一下两次到哪一站哦。现在我们芝山，对不对？两站，一二三，石牌。要。我们完了啦！我跟你讲，石牌死定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我就可以哦，对，碰到这关卡。石牌现在是三战，没有一个两倍是三战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两倍怎么办？天哪！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，一直想避开关卡站的惩惩队，却偏偏问到恋爱次数只有两次的老师。现在他们必须前进到石牌站，再试试手气，决定前进或后退喽。哎，前途茫茫，惩惩队的终点到底在哪里呀？哎，我们怎么跟剑潭那么有缘呢？啊，再度的坐牢。我们还是先找人好不好？好，这边有四个女生哎。哎，你们好。哎呀，明成的对不对？不对。啊，错了。还是学生吗？半大的对不对 ？Yes。哇塞。Yes。我们要抉择，选一个哦。刚才是你选的对不对？都是你选的。对。啊，不，我选择你。来，交给我好不好？涂同学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这位外形壮硕、看起来很有福气的女生，会谈过很多次恋爱吗？我要坐牢了，拜托你好不好？几次？哈？五次？一二三四五，七里安站，怎么样？而且是安全的。我跟你讲，没有命运机会的话，都不用担心。安全。啊，只剩两站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到这边问恋爱两次，我们就到终点站了。拜拜。那我们就坐牢，坐牢进捷运了。我帮你。来吧，赶快，赶快！看起来相当老实的女生，出乎意料的有高达五次的恋爱经验。奶奶队也因此既幸运又惊喜的前进五站，到了距离终点只有咫尺之遥的七里岸站。看样子奶奶队这一次是胜券在握喽。十排。好，就快点吧。依所说，数字两倍。我就知道完了。基数，他故意这样搞，两倍，
一，又到下一个陷阱，不行。二，二的话是四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也是这个。啊，三呢？一二三四五，原点。啊，完了！哇，你真的完了，我就知道。刚刚找的英文老师错了，哎，那个好不好？哎，哎，小姐，就他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们今天是因为天亮黑，我们今天要赢，我就要弹他耳朵，我受不了。结婚了吗？结婚。对不对？几岁？告诉大家。你二十九了。二十九。你说你二十三，我都相信呢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好年轻。你看他二十二。保养真好。就问他好不好？好，就问他了。何小姐，我们的题目是。请问你谈过几次恋爱？这位保养得宜、气质出众的小姐，恋爱的经验会有多少次呢？啊？四次。啊？四次。一所说数字两倍前进，是不是？我没有记错的话。对，四次，四二得八，一，一二三，倒回来，四五六，嗯。啊，我们又。又要再回去。分山林，稍稍被登去芝山站了。哎呀，完喽！好不容易走到距离终点非常近，又可以两倍前进的石牌站，没想到却偏偏问到恋爱四次的路人，四乘以二又退回了芝山站。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，传谣又遇对头风。可怜的逞能队，看来离失败越来越近喽。我们今天差不多从头啊，带这个带到底了，差不多了，黑了吧？哎呦！前面，那边右前方，小姐，快！哎，小姐，你好。哎，你的反应跟我一样，我也吓到了啊。为什么？完蛋了，这什么时候播啊？我们半年以后，好不好？你不用担心，好不好？系统分析与设计啊。哇，你看用功大叔了，没皮了，你看看。啊，大家感觉书蛮新的，没什么翻过。有没有发现？哎，请问你贵姓？陈小姐哈，那我想我们这次就交给她了，把我们的命运交在你的手里。换我问了。好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命运列车，它能帮助奶奶队顺利抵达终点吗？答案广告马上揭晓。交在你的手里。换我问了。好，请问你总共恋爱几次？这位赶着去上课、俏丽可爱的陈同学，会有几次恋爱经验呢？这个跟你有刻骨铭心、真的感觉到你们有相爱的，那才叫恋爱，懂吗？几次？两次。两次。你不要讲的眼泪都快掉出来啊！请问你现在没有恋爱？两次。现在没有在谈恋爱？我现在没有。哇，所以说这个逝去的爱。啊，逝去的恋情还有两次，那两次对你来讲会有没有造成伤害？多少？应该是没有，因为都是你把人家甩了。对啊，好，来，我们两次到哪里好不好？站，北投站，我们家七里岸站，来，我们两次到北投站。太好了。当你这个下次毕业典礼的时候，请你邀请我们去参加，好不好？我们当你的这个朋友团，好不好？一样打哦。好，我们制作单位再留个名片，好不好？好，祝你一路顺风哦。好，学业进步啊，一切平安顺利，健康快乐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永浴爱河，白头到老。好，因为太棒了，因为我们到终点站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你。拜拜。我要签名。你干嘛签？你先帮我签名嘛。你要摆 pose 摆那么好，来，快！经过了一番折腾，带着监牢走遍了大街小巷的奶奶队，充分发挥了逆势上扬的韧性，在霉运不断伴随的情形下，意识逆转，顺利的抵达终点北投站，也赢得了本周的胜利。让我们恭喜奶奶队。而目前回到芝山站的逞能队又表现如何呢？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在做功课，一三五七都可以，所以我们在芝山，我们只有一三五可以叫。哎，那你可不可爱？可爱啊。你是他的，你是他的女朋友。哦，他都承认，为什么你不承认？他不承认，因为他是港仔。你是香港来的？香港。香港。香港的跑鸟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威廉，你们俩交往多久了？一年。
年半。在哪边认识的？美国。你们交往一年半，很好。家里会管你？还好，还好。他的恋爱你很清楚，以前的 experience 蛮清楚。OK， 所以你们很了解彼此的恋爱过程。那所以他说什么都没关系吗 ？OK， 都 OK。OK，peace， very peace。我们这节目是很 peace，OK，、okay? no 暴力 ，OK。等一下回去我们就吵。No， 不会啦，不会啦。So now question is， 你谈过几次恋爱？漂亮。这位外形时髦靓丽的新潮辣妹会有多劲爆的恋爱次数呢？谈过几次恋爱？对，就是五次。真的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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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不敢看，对不对？你还不敢看？我什么？太好了。Don't lie to me. I don't lie. Really? 我把你讲到十次了，五次而已。认真的，对不对？来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这一块叫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芝山，请加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It's ending。哦，你们已经赢了。Willen， I love you, Willen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。你几次？有没有奖品？三次。啊？有没有奖品？奖品，You know, 现场 you know, 对，现场就是一个吻。没有。为了我祝福你们，好不好？谢谢。Very nice girl。谢谢你们。Very nice girl。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哇，太棒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觉得我们太幸运了。成功出击，我们现在到北投等他们。走。恭喜橙橙队，贺喜橙橙队，二度来到芝山站又顺利问到恋爱次数五次的人，现在他们可以顺利抵达终点北投站喽。不过他们高兴的其实太晚了，因为奶奶队早就抢先一步到达北投站喽。来来来来，到了，快！耶！哎，我看火车好像也到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到了。旗子在哪里？火车。我坐那班那个捷运哦，就超过你。我看，哎，那捷运不是中国城吗？我们正好坐过一班车啊。那捷运下可以超车啊。OK， 现在我们就录完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。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嘉永杰，非常谢谢丁小琪，哎呀，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的。啊，没有，不需要了，他是新人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好好照顾他嘛。好不好？这老朋友怎么打得下去呢？啊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就走了哈，来找一个人哈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小姐。可不可以耽误你一分钟就好了？还有机会，好，可以多帮忙的哈。来，很简单。啊，那个我现在被处罚了哈。那个你哪位？好，我给你待会打来哈。来来，我请问你，自己说找一个同学问一问而已。你总共恋爱几次？你现在有没有谈恋爱？有吗？没有啊，真的。什么时候失恋？啊？什么？再讲一遍，你发誓，你发誓。如果你有交过男朋友，他说他没交过男朋友。对。如果你有交过男朋友，你回去吃饭就拉肚子。发誓。你妈妈不见得知道你恋爱的过程啊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啊。几次？直说，说真的。没有交过。好运来得多不如来得巧，全程好运连连却不懂得好好把握而导致惨败的橙橙队，仍在最后处罚的时候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。由于奶哥问到了恋爱次数零次的路人，使得橙橙队获得史无前例的特赦，可以不必受罚。尽管辛苦获胜的奶哥气得牙痒痒的，也只能看着橙橙逍遥法外喽。本周的命运列车就这样画下句点了，相信你一定看得大呼过瘾吧。越来越精彩的命运列车，我们下周见。